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今天都好吗？我是小光，月亮来的女儿。过几天就是我最喜欢的中秋节，不只可以吃月饼，喝那充满气泡的甜甜汽水，妈妈还准备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而且好久不见的哥哥姐姐们都会回来一起团圆庆祝，真的好开心哦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一样，好喜欢过中秋节呢？我也好期待见到月婆婆，不过听说她在这天特别的忙，所以今天我特别请她先来看看大家，和大家说说话。但在她出来之前，我要先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，在这美好的一天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团圆相聚，就算不在身边，也要让他们知道你的爱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欢迎月婆婆。各位朋友们，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庆祝这个美丽的中秋佳节，月圆人团圆，祝福喜欢月亮来的女儿的大小朋友们每天都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，期待在这满月的中秋夜见到大家哦。